回首来时路，点滴在心头。回首来时路，点滴在心头。有关在本所辖内有民众骑乘独轮脚踏车在道路上送外卖的情形，经检视该独轮脚踏车欠缺反光片等安全设备，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罚锾。另因骑乘该车需高度的技术性，操控不易，还是建议民众勿于道路上行驶，以免发生危险。